这是两人上班的第一天。你好尬。像就像趴着，然后天成从后面想要偷亲他的感觉。我们真挺好的。这是上班一个月后的他们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不是上班了。哎呦，哈哈，笑死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啊！漂亮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我们签好。走啊！啊。